陈鹏飞，浙江上虞人，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，浙江省越窑青瓷烧制非遗传承人，担任中国古陶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浙江工业大学嘉兴商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。17岁子承父业，投身陶瓷制造业。80年代初开始从事越窑青瓷恢复和工艺研究，至今已有40余年。印记古代遗方，历经数千次实验，成功仿制出越窑青瓷各时期的代表作，是失传近千年的瓷母重放异彩。陈鹏飞的越窑青瓷作品因质似、形似、神似古代经典，深受国内外众多博物馆、收藏机构、文物专家的青睐，并多次获奖。天鹅莲花笔洗、神兽尊、谷仓、三阳开泰、陆鹤同春、鹤兽、跃马等越窑青瓷作品，多次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、中国手工艺产业博览会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览会、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、浙江省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等国家级、省市级展览的多个奖项。参加越窑青瓷工艺恢复和新产品开发，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奖2等奖。此外，陈鹏飞的多件秘色瓷作品被故宫博物院、浙江大学图书馆、武汉理工大学艺术馆、国际教科文组织、美国国会图书馆、美国大使馆、美国旧金山图书馆、法国驻沪总领事馆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女士等国内外著名机构与知名人士收藏。2021年，融入新时代设计语言的越窑秘色瓷作品《孺子牛》《童心》被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收藏。陈鹏飞在越窑青瓷领域取得的成绩，受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的专访，并于2018年当选《神州》杂志封面人物。培养越窑青瓷技艺传承弟子20余人，其中6人当选为市区级非遗传承人。40余年的坚守，唯愿越窑青瓷文化不断传承创新，源远流长。